老钱养了多年的鸽子，那叫鸽子吧。老钱养了多年的鸽子死了，老钱悲痛不已，他不想土葬，他想给他火葬，把骨灰撒回大海，让他回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。怎料到那个玩意儿越烤越香。后来，他就买了两瓶啤酒，来告诉大家，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忘了初心。当初的时候，出家是怎么？是想要做什么？出家久了，你忘掉初心了。有的人修行刚开始的时候，出发心很好，